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跟各位报告，这个文化部丁次长已经从新庄文化部赶回来的路上了哦。那我们这个征求各位委员的同意啊，我们现在先开始询答哈。那么如果有到哪位委员特别要跟文化部有问题要询问啊，要询问次长的，如果次长还没有到，我们就再来休息哈。好，我们接下来请第一位吴志阳委员。刚才跟两位请教过了哈，那请吴委员。怎么不相信我们看看？好，谢谢主席哈。那我先来请教这个，陈主委啊，陈主委哈。那其实关于政治档案的这个相关的法案呢、啊，不管叫政治档案法或者什么条例啊，本席对这个法案呢、啊，有一部分的精神我是认同的啊，是认同。啊，比如说对戒严时期档案的一些抢救啊，还原历史的真相啊，这些是我是觉得是持正面的看法哈、啊。但是我还是必须提出来啊，虽然行政院的版本已经比个别委员的版本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就它条文里面的立法动机啊及必要性啊，我还是必须要质疑啊。一个念法律的角度来讲啊。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法律哦，不要是针对性，不要是针对性哈、哦。你的单一对象的法案，这个基本上是在立法原则上面的一个对象的抽象性，这是没办法符合，就是在宪法的合宪性上面这一关就很难审查通过哈、哦。你看啊、哦。我们最主要是叫做政治档案，好，所以当然要对什么叫政治档案做一个定义，好，那感觉上如果你没有针对性的话，政治档案应该是一个蛮抽象的，好，就是蛮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好，比如说它是比如说你说政党啊、怎么样的状况下所持有的档案，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它是一个中性的名词，政治档案啊，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看看你们的第二条的，啊，不是第三条的，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这个政治档案啊，当然你前面讲政府机关构政党附随组织党营机构所保管，这个感觉上还是没有，就是比较是对针对所有政党啊，啊，对不对？啊，当然我们知道有些政党它历史上是不会有存在这些，但是你基本上你写的都还算是平稳的啊、哦。但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说你把时间点一刀切下去啊、哦，就是你切34年8月15日到81年11月6日止啊、哦，那这个是。这个切下去的话，就显然有针对性，因为这个时候啊，曾经执政过的这个政党啊，只有中国国民党啊，只有国民党啊，所以你这样一刀切下去，你前面写的再怎么漂亮，你这个切下去的时间切下去，就跟我们之前对促转条例的一些疑虑是一样的啊，针对性太强啊，有没有可能往前啊？有没有可能往后？啊，就是所谓往后，就是说，是不是现在的政党，啊，或者是在81年以后，啊，所有还存续的政党，它的活动，对于你相对于你所谓政治档案这样子的，符合它的定义之下，它应该也要受规范呢、啊，是不是？所以我第一个质疑你的，就是说你这是一个针对性的立法，啊，针对性的立法，啊，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档案，政治档案法到底是档案法的特别法，还是促转条例的特别法？啊、哦，我刚刚听你的讲法，你是说它是档案法的特别法，但是是促转条例的配套，是这样讲对不对？哎，没有错。好、哦，这样讲没错哈、哦。可是我必须要指出来啊、哦，其实一般人是不知道是特别法跟配套有什么不一样啊、哦，因为。我也可以讲说，你这个叫做促转条例的特别法，因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就是重点，因为你把它框在那个34年跟81年这个时间，跟促转条例要处理的事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你并没有一般性，所以感觉上
你只是把促转条例里面的一章把它拿出来，叫做政治档案法。好，那你看看，其实你其他的条文当然写起来是很正常啦，基于研究啦、文化啦这些的啊。但是这里面最可怕的是，因为它是促转条例的配套，促转条例配套就容易勾到促转条例的相关的条文。这里面最凶狠的，就是促转条例的第十八条跟第十九条。啊，这第十八条讲什么呢？讲是，你这些政党啊、附属组织什么，有政治档案者要通报促转会，促转会审定以后就可以命归为国家档案。好，这是促转会。那当然，他第十八条的后面有讲到说，如果拒绝啊，这个将促转会审定的政治档案移交为国家档案的时候，有罚款，有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还可以按次处罚，所以他是有处罚的。而这个认定权是在促转会。好，那第十九条更可怕。第十九条更可怕，这个是有刑责的。他说，明知为由政府机关构政党附属组织或党营机关所保管之政治档案，以毁弃、损害、隐匿的方式或致令不堪用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遂犯罚之。好，所以其实十八条、十九条里面讲到的，我们赋予促转会的这个权利，好，重点就是针对政治档案。那政治档案在哪里规范呢？你这里，你政治档案条例给它做充分的定义，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呢？表面上你当然是档案法的特别法，就是档案里面的政治档案嘛，表面上是这样。但是你现在等于赋予促转会对打击异己一个强大的武器，因为这些机密，好，这些档案由促转会来认定，由他来要求移转，由他来要求公开，拒绝的有罚款，甚至有刑责。可是促转会本身现在名义已经臭掉了，它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东厂，现在连主委、副主委都没有，行政院还在伤脑筋要不要再提这个人选。如果在这个状况下，你还要赋予促转会透过政治档案条例定义的政治档案来进行政治追杀，这不是很不智吗？促转会人家讲他是东厂，那你这个条例在干什么呢？你就是赋予东厂一个杀手锏，赋予东厂一顶血滴子。当然我们念法都知道，如果你权力滥用是很可怕的，尤其是第十九条，如果他就是要认定你拥有、掌有哪一个文件，你拿不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说你隐匿、不配合，然后给你起诉呢？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你单看政治档案条例，感觉上还没那么严重，但问题是你这个明明就是要搭配促转条例十八、十九条的嘛，里面的政治档案怎么认定呢？就靠这个嘛，凶狠的、恐怖的，各位，不是在政治档案条例啊，凶狠的是他赋予促转条例里面的促转会真正的牙齿在这里啊，真正的武器在这里啊，血滴子在这里啊，杀手锏在这里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野党在意的。所以你整个政治档案你要公开、要研究、要什么，我觉得很正常啊，历史还原真相。但问题你要想到它会跟促转条例勾在一起，尤其是十八、十九条。主委，你要怎么样解决我们的疑虑？
好，跟委员报告一下，第一个啊，我们在法制面上面去定义这个政治档案条例，当时候的主要的考量就是认为说，促转条例它是一个促转会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机关，所以政治档案我们为了要还原历史的真相，这个档案的应该是永久的存续，因此呢，我们把它定位为它是档案法的特别法，这是我们。表示我们并没有针对性，而且我们是客观的希望还原历史真相，让这些所有的历史能够留存下来，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那委员刚刚所质疑的都是在促转条例上面的条文，事实上跟档案法未来的执行上面并没有相关。在我们的这个草案里面呢，如果是属于政府机关构所盘点出来的政治档案，其实它是不计划经过促转会的，那就是由我们的档案局审定之后，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档案的管理、征集、应用这样的方式来做。那你所谓它是促转条例的配套，到底配套是什么？它只以所谓是配套条例，是因为在促转条例的刚刚委员提到的第十八条的第六项，它特别针对促转条例内的所谓政治档案，它还有这一个未来还有文化部的研究跟教育的部分呢，它有说要另于法律定之，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勾稽在一起，认为它是属于它的配套法案。未来在执行面上面，它还是必须要综合的来看这几个法案里面的内容来处理。你讲的都是比较 soft 的地方，不是？它本来就是如此。好，那我问你，那第五项的所谓的政治档案没有移转的话，它处的罚锾跟第十九条的？这个政治档案，这个都在促转会的执掌里面。不是，我问你，他的政治档案谁认定？根据什么认定？政治档案在这个促转条例跟本条例里面都有给他做了定义了。那这个时候，那你不觉得你写的东西几乎是一样的吗？你看促转条例的第三条的第二项第二款，跟政治档案的第三条的第一款。政治档案的定义讲的不是都一样吗？我们的都是228，都是动员戡乱，都是戒严体制。是范围是，有这些事情吗？制的档案，这个执行面上是有这个事情吗？执行面上是不是跟这个是有相关？我们去征集的时候会去再做一个审讯。不是，你既然说这个不是专门为促转条例的，你是为政治档案长远的执行。促转条例以后如果执行完毕没有了，他继续要执行，那你总要有一个定义。政治档案的定义是超越促转条例的定义啊，你没有超越啊，那你变成那个促转的完成了以后，你这个也没有意义啦，这个也可以关门啦，不是吗？但是这个档案留存下来以后，它是个历史，而且它必须要后面的运用研究，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不可能说促转会结束之后，这个就把它抹去掉啊，这个历史必须要留存下来。不管你怎么讲，你的确赋予促转会一个杀手锏，一个让东厂可以任意下手的一个杀手锏，让你在这边你更补充了他的所有的正当性。没有跟委员报告，他这个纯粹是针对这个历史资料的部分，我们希望他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他是一个客观的。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沈智慧委员跟各位补充介绍，这个文化部国家安全博物馆陈俊宏馆长刚刚到场列席哈，好，还有这个文化部丁次长跟两位致歉这个不好意思，我们临时通知这个让两位奔波不好意思，丁小金次长好，我们接下来请沈智慧委员。好，那个主委，我想继续刚才我们吴志扬委员所说的，促转会的以及我们这个党产，促转会以及我们这个
档案局啊，或者叫我们的档案局在管理的东西是必须，也就是档案局所管理的东西是由处转会来认定它是否是属于政治档案哦。没有，它不同。是，如果是政府机关所拥有的这个档案是由我们档案局来审定。对，那只有这个政党所拥有的这个资料才由处转会来审定，它是区隔的。对，那我想请教你哦，民进党执政几次啊？就是中央执政几次了？就政党轮替几次啊？这一次是第三次政党轮替。好，第一次什么时候？2000年。2000年啊，第二次呢？2016。2016，现在呢？现在第二次吧。哦，你说民进党的？民进党执政哈，民进党执政两次了哈。那民进党执政以后啊，现在我们知道，除了民进党执政，就谁执政啊？从民国34年几月几号，国民党才开始执政？民国几年？你告诉我，民国几年？中国国民党在统治台湾，我们不要说别的地方，统治台澎金马。好，那。民国几年？中华民国存在于台湾。民国，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时间，34年8月15号是八月十五号，那时候还是光复了吗？日本投降。日本投降啊？那我们光复节定在什么时候啊？十月二十五，对不起，没关系，好，不要紧张。台湾光复。10月25号，所以10月25号是代表中华民国才接收台湾，是不是吗？是不是才接收台湾？是不是？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时辰事实上是立法院已经通过的处转条例上面的一个定义。我们陈主委不要紧张，因为既然是你主管，我当然问清楚，问清楚。而且你们时间写的是34年8月。34年8月，台湾是中华民国统治的吗？是吗？民国34年8月的时候，中华民国还统治于，已经统治台湾了吗？已经统治台湾了吗？不，已经，因为我们光复节定在10月25号嘛，哈，10月25。怎么样？怎么样？你讲清楚。你不是官员，那个你现在不是官员，官员是陈主委啊。陈主委，你告诉我，这个时间要理清楚啊，哈。我现在要问你的就是哦，今天立一个法，你要清楚啊。你把日本时代、日据时代、中华民国还不归于台湾统治时代，都列为这个政党的这个政治档案条例的范围。跟所有委员报告，我相信这个在处转条例当时候已经有经过。你不要推到处转条例。没有，它是一个配套法案，它上面是这样子的定义。你不用推给他啦，我只要告诉你事实，因为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本席不当立法委员。本席是今年2月1号才进来，所以我问清楚，不懂嘛，所以问清楚时间很重要哦。一个时间，中华民国何时正式统治台湾？因为我们台湾光复节为什么不定在34年8月呢？为什么定在34年10月25号定为台湾光复节？这是第一个，国民党什么时候统治于台湾？什么时候统治于台湾？然后第三个，中华民国由民国34年国民党统治台湾，台湾归中华民国所有之后，到现在108年，今天是4月几号？4月8号。请问在这里执政有哪几个政党？哪几个政党？中华民国从34年到现在有哪呢？有执政党，我执政党是当总统啊，当统治者哦、啊，掌管各行政机关叫统治者哈、啊，那执政者，那请问有哪几个政党？小学题目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对，好，那既然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政党执政过台湾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台湾所有翻在这块土地上所有任何事情都应该公诸于世，我赞成。但是今天我们要说执政的民进党今天所送出来行政院版本，不管过去的处转会的处转条例，以及现在所提出的政治档案条例草案，我们有两个政党执政，现在还是民进党执政，仅民进党是二次政党执政，二次政党轮替，
但是为什么这个条例里面所谓政治档案不含民进党呢？我们过去对民进党执政，陈水扁执政时期，我们有很多政治档案啊，我们很想解密啊，海角七号的七议员啊，那为什么有秘密外交，然后在外面秘来秘去搞一堆秘密的钱，然后黑钱啊，我们很想知道，人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规范里面，那个陈水扁执政时代不在内呢？如果您是处长会，处长会如果将来有一天被我们国民党废掉，你认为说这个政治档案还继续有效？你刚才主委，我刚好听你讲哦，如果处长会将来终止之后，你的政治档案的这个法律效力还继续在永远存在，那为什么所有不在，只要规范是所有在台湾执政过的政党，他所有的档案就在政治档案呢？为什么只有针对国民党呢？民进党不在里面呢？没有、啊，但什么告是什么道理呢？民进党不是政党吗？是不有政党吗？民进党在里面啊。那你为什么定位？你为什么定一个截止时间81年？应该是永续的。既然民进党政党，它在1986年就成立了、啊。我知道啊，它几年成几年几月几日成立？我当然知道。那时候我是已经 是我那时候我已经在台湾啊。这对象我当然知道什么时候成立的、啊。这对象是包是指政党，所以那时候民进党是包含在里面的、啊，没有刻意排除啊。哦，那可是那时候民进党没执政。那时候我们没有说执政，我们这里是那你是政治档案嘛哈？好，我告诉你，你们那时候民进党没有执政是事实，所以政治档案就是跟政治有关的事情，那不叫做政党执政，不叫政治有关的事情，政治档案，政治档案四个字，你写得很清楚，政治档案，你不叫做党史档案，你不叫做中华民国或者中国国民党的档案，不是党，不是政党档案，是政治档案。既然是政治的话，凡是有执政者，皆会有政治答案，在他的政党里面，你要承认吧？还是我本席说的是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跟委员报告、啊，这是因为当时候是在戒严时期，后来终止动员勘断之后，我们的所有档案，或者说我们的档案法，其实已经中华民国后来的各机关的所有的档案都已经进到我们的档案局这边来做。但是我对民进党执政，我站在一个我是中国国民党的身份，我当然是高度质疑跟怀疑，我也有权利要求要公开档案啊，公开陈水扁的海角七号，公开陈水扁的贪腐的机资料，我也希望公开。那在国，那是民进党的党员啊，我也希望民进党的党史、党产、党民进党的所有的党资料，我也希望公开，我也希望了解，我也有权利了解啊。为什么在这里面没有规范？还有，你既然是可长可久的一个法案，啊、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处转那个处转会，如果将来被废止了，你这个法案继续有效，你这个法律的执行效力继续有效，你为什么要定一个81年截止？你就从民国34年，你可以更正一下。10月25号光复节之后，到以后，到越未来永远，谁执政政治档案都算数。没有。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针对国民党嘛？你干什么呢？以前我们没有档案法嘛。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有档案法了。你民国90年就有档案法了，好不好？那个档案法当时是归研考会，研考会后来并到你们单位去了吧？啊、你要去读读历史吧。是 啊，民国90年就以后就有档案法了。那个档案管理委员会吧，好，那个档案管理委员会那时候就归研考会所管嘛，怎么会没有？是，那个你还没到这个位置。所以您讲的，我就是说90年以后我们已经有档案法。您所讲的民进党执政之后的。所有资料都会在我们的规范范围内。我欢迎委员到我们档案局去参观一下。民进党执政是民国几年？那个2000年啊，2000年对呀、啊。对啊，90年就有档案法，这档案法还是在当时候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通过的、啊。那你这个档案法的有效收集时间到民国到几年？到民国八。从民国34年到民国81年，到81年，没有，你这里面条文不是给我写时间吗？这个所征集资料34年8月15到81年11月6号啊，不是你白纸黑字写在这边，还拿到本席眼睛花了看错了吗？跟委员报告，我们档案法的规定就是从我们档案法开始实施，民国。88年最早公布的时候，那90年1月1号实施之后的所有的各机关的档案都会进到这里。那这里规范的是在那个之前的政治档案，我们要特别的去征集，所以它是一个借接是没有问题的。条例第三条，条例定义的很清楚。这个政治档案是从民国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也就是说到81年11月6日之后就没有政治档案了。
说那时候再有任何政治档案，那已经都是一般档案了，我们通通会。我不信任，我可以吧？我可以要求吧？我可以要求全民都有了解的权利嘛？你现在是这个法律定后，你可以像东厂一样到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党部去封国民党的所有的资料、欸。哎，你这无限上纲啊，比检察官还要大，比法官还要大，可以去抄国民党，不只是家产，抄国民党翻箱倒柜，涉及私人东西都可以拿走、欸。哎，那你就针对国民党一党。来做，那请问，那民进党执政之后呢？那他一到81年，国民党之前是国民党执政，那民进党执政之后呢？我们对民进党执政之后的那个政治档案，我们也很有兴趣啊。我可，但是根据这个法，我大概将倒柜啊！公务员报告，档案法里面依照那个规定，我们现在我们的档案局就已经在收集、征集这个资料，而且也开放运用。所以委员，我同意你的说法，陈主任，欢迎到我们档案局参观。好，那我好，那我一个模拟状况，两个模拟状况哈，就是你为做法事之后，你马上会遇到个问题啊，因为我如果逐案审查的时候，逐条审查，你可能都不在现场，你主委不用列席，可能派个其他人。那所以我要问你，问清楚，今天国民党哈。这个事情通过之后，你们会有什么作为？配合促转条例，促转会到国民党的党史馆里面，然后去翻箱倒柜，还是说，那个可我们可不可以要求你也到民进党的那个什么党部去翻箱倒柜？这两个可以吗？因为你到截止时间到81年，我们没有这个职权，我们没有这个职权。好吧，职权是促转会。对啊，促转会啊，我都会头嘛，促转会头嘛，没有国民党没有会头，他们审定完的认定是国家档案，那他会有一定的法定程序，这个都规定在促转条例里面很清楚、啊、那就促转条例里面没有规定到翻箱倒柜的，就是凑这个法律完善之后，然后到国民党里面翻箱倒柜、哦。你要查国民党档案，就像你刚刚说的。现在的我们的档案局已经把所有的81年之后都已经公开在网站上。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情，国民党的档案也全部在国民党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得清楚，而且欢迎大家去公开阅览。所以还有人去，刚才那个曾一鹏委员还是哪个不是还是哪个委员我忘了，哪个委员说都有去调过资料啊，还是林长佐，对，林长佐委员就讲过，有人去调阅资料都可以去调啦，没有说不可以啊。既然都是可以公开可以调阅，你还要修法干什么？那你是说81年之后你都已经公开在你的这个档案局里面都会有资料，未来正式档案都会在呢。那之前我没告诉你，我们现在也公开了，那你还要再立这个法干什么呢？这个我们等一下所以就说哈、啊，立这个法，我是在想，你怎么样自圆其说，只针对国民党、民进党不算？我是为什么？我其他政党300多我都不谈，为什么只针对这个两个政党？我刚刚跟你讨论那么久，没有这两个政党，就是告诉你，从民国34年光复之后到现在，就两个政党执政。这个、时间里面，那两个政党都一样的执政，所有的政党的资料，好，所有政党资料都应该被检视吧？是不是？好，那都在你政治档案，为什么不用解密呢？为什么不用？看呢、啊哦，有我们后面用看呢、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立法目的里面还有一个立法的重点，就是希望他的解密能够更为的。那我也希望解密民进党啊，我也希望解密陈水扁、啊，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告诉我，在哪个条例里面，哪个条文里面是可以解密陈水扁的？我也很有兴趣啊。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管碧玲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列席的官员哦，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陈主委啊。就说刚刚听几位委员的质询，最后才知道说他们最担心的可能是促转会会去国民党党部翻箱倒柜找公文了哈。我请教两位好了，有这种武器吗？促转会，哎，促转会跟那个国发会好不好？哎，那个有吗？这个档案法有赋予促转会或国发会这种武器吗？没有吗？嗯，没有，完全没有。对，没有。连促转会的促转条例，目前现在你们也没有这种司法的准司法权嘛？是不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促转条例有赋予相关的权限，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其实刚刚很多委员质疑说这个促转条例的档案是不是针对国民党？但其实民进党包括过去的青年党、民主进步党都在我们通报审定范围内。那目前我们进行了两次通报的审定的格式，也邀请各政党来开会。那国民党目前也开始进行相关的通报作业，所以你们有完全还没有司法警察权？
就是说有准、欸、有调查权，但是我们目前都没有启动过，尚未、啊，所以跟现在的政治档案法无关，因为目前事实上出版会已经拥有这样的权限了。是这个草案啊，这档案条例的是完全没有，完全无关，完全无关。所以我们跟把它当作是档案法的特别法，其实更名正言顺。我们把它当作是促转条例的配套措施的话，有点窄化了这个法律它的自主性，对不对？它的完整性。这主要是一个立法保留的问题，因为在促转条例里面有特别明文规定，要另以法律定之，有关政治档案的征集啦、保存、应用等等，还要另以法律定之。但是你有援引他作为这个法源吗？没有，因为我们后来认为，如果我是在他的架构下面，对不对？对，更宽广，没错。因为以本席来讲，我最关心的其实是研究了。对，从研究的领域，我都已经刚刚讲了，我在102年还抢救了200多本好相关的出版品机密书了。这个机密书哈，它原始文件可能原始档案可能已经完全不存在，但是因为曾经出版而成为机密书的时候，它也应该要被当作政治档案。但是呢，完全没有相关的意识。这手中的公文是军情局发出，叫政治大学说你把它销毁吧。已经过了10年的连线了，我就不去再去多此一举去给它解密，我就不解密了，就不经解密，你们就直接销毁。最后是抢救回来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个政治档案法太窄化的时候，我们会没有关注到这个领域。譬如说，目前像这样的机密书，经调查，全国还有1123本，全国还有1100，它分散在各部会，连财政部的敌情研究室都有13本，外交部的敌情研究室也有2本，调查局有326本，总共各部会加起来，这样的机密书有1223本。那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条，你们第二条所定义，好，所定义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档案，你定义的名词里面第一款里面哈，你没有出版品，没有机密书，所以它就不属于你们要征集的政治档案了。好，好，你说有啊，有学术机构，可是问题是你这里提到的研究啊、文教机构呢，前面去加一个形容词叫做各机关设置之、设立之什么研究文教机构，你们把大学排除在外了，你们把可能这些机密书所典藏的其他的这个学术研究机构排除在外了，这个部分我想过度的窄化了哈，政治档案可能存在的形式，好，这是第一点我要提醒你们的。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机密书，你们要引用什么条文把它包含在里面？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那个是我们法制的用语上面，如果是各机关设立的文教机构，其实就含大学在里面。我不认为，为什么大学叫做各机关设立是文教机构？因为谁设立？它不是教育部设立的啊，那如果是私立大学呢？它是教育部设立的，它隶属在教育部，它是隶属在教育部。对啊，但是它不是教育部设立之研究机构嘛，所以这个用语该改还是要改。好，这个是因为传统的，因为我刚刚讲的那270几本书，现在管理单位已经变政治大学了。好，所以这个部分第一个你们要注意，我们可以更宽广的去定义这些政治档案。好，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时间轴要不要往后延长到未来，我觉得可以啊，甚至于除了动员勘探体制、戒严体制，如果我们把时间轴再往后到未来的话，及其他侵犯人权之事件相关也可以加进来啊。也就是说，我们不排除说台湾会有民主的反退，将来很可能还是会出现威权的事件嘛。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好不好？所以不一定要跟促转条例就那么如实的绑在一起，然后给人家这种借口。虽然说确实是借势借端，硬要把促转会当作是东厂，
用来保护自己。我觉得其实威权的政体已经离开我们那么久远了，我们俩不需要不断的把这个包袱绑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恐怕短期之内我们还是很难期待他们甩掉这个包袱，所以他心里面倾向于要抗拒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魔咒啦。好，那所以这个我想我们逐条的时候是可以讨论的。另外我要说明的是，其实我在处理很多研究机构调阅资料的时候都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就是人手不足，人力不足，所以他们很可能想要调阅一个档案一年都拿不到，调一整年都拿不到，然后还要教育部出面帮他们协调。那我相信处转会在调资料也很难吧，连228基金会在调资料也非常的难，调到现在都还要教育部出来帮他们协调才调得到资料。那这当中一个当然是以机密做理由，另外一个就是他因为人力不足呢，他如果要去处理里面的个资啦、隐私权啦，要去处理说让当事人或者是他的继承人去处理让他们来同意啊，光是这些程序就延宕非常的久。所以我们的第八条这样写下去了以后，它变成法律，第八条又变成法律，它就是把现在的这种障碍合法化。还有未来我们有关于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允许你复制档案，我都还要必须经过一个全面的了解，了解说里面有没有涉及个资，有没有需要我去这个去识别化，然后公务员他根本没有人力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事实上这个法律定下去以后，不如国民党的委员们所想象的说这一定下去就雷厉风行，然后就会如何又如何。好，事实上本席反而是认为土法不足以自行啦。好，将来人力上面有没有办法应付这一部法律之后所有的调阅，我认为会跟现在一样，还是会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我请国发会，你们当这个法律通过了以后，国家档案局到底要如何去因应。好，那我们的档案法是以，但是事实上这个是所以各级部会各级机关他们有没有能力又是一个问题了。好，所以这将来修法完了以后，我相信还是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好，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是有关于当事人，其中有一种就是在过去的旧时代，以蔡瑞月女士来讲的话，她曾经被关过，所以她曾经被审判过，也曾经被执行过，可是当她被关出来以后，她还持续的一生被跟监。那我们就想到了，跟监你没有放在里面呢，被跟监这回事他算不算，好，他算不算当事人。我认为当一个人因为他是思想犯然后他被跟监的时候，他应该是属于当事人。可是你要看我们现在这个法律没有包含在内哦，好，他没有包含在内，这个也是我们有必要在讨论的时候去处理的一块。好，还有没有其他被我们漏掉的形式，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列举。最后我们在谈到应该是第十一条吧，还是第十四条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要调阅的资料所谓发生争议了，发生争议的时候，我们得经由一个小组嘛，经由一个委员会还是一个小组学者专家嘛，他们来审议这个争议然后来做一个决定嘛。好，这个虽然 我在看这其实是将来会变成行政机关推卸责任最好的一个方法啦。好，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个必要的话，那我们现在来考虑的是说你要排除的加害者嘛，你说你是要排除第十一条所列的人员嘛，对不对？可能是当时的检举人啊，要备案啊，或者是证人啊，或者是公务员嘛。好，但是他们很可能其实已经不在人间了，很多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好，那他们依民法1138条有继承权的人，如果来成为这个争议事件的审议委员，允不允许？这个可能你们当时也没有考虑到，你们只排除那个时代的加害者当事人，你们没有排除他们的家人，好，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晚辈。好，那这个有没有必要？我没有定见，我只是提醒说这个部分你们并没有考量进来。好，那这联席那个逐条讨论的时候，我们再一一来讨论这些事好了。好，谢谢。好，谢谢管理委员。这个我先跟各位征询各位的同意了哈，就这个包括本会钟孔照委员，还有刚才郑天才委员都在
我们登记质询的时间结束之后，那么要求要补质询了哈。但是我们在程序上没有办法让两位登记，但是经过委员会大家同意说，我们大家都正式的询答之后，再请他们两位来做质询。但是这个时间上我们稍微缩短哈。那钟委员就是本会委员了、八分钟就不再延长。那郑定宰委员就是五分钟，好不好？好，那最后一位登记发言的之后是钟孔照委员，然后是郑定宰委员。好，好，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这样处理。好，我们接下来请郑运鹏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好，那我跟主委请教一下，其实早上争议了一段时间，大致上那个争议叫政治争议啊，并不是程序争议、争议，或者说是意识上面的争议哦。所以那这政治争议就会来自于说我们这个政治档案条例里面本身所可能会衍生的问题哦。那其实我看这个政治档案条例里面，刚才很多委员他们大概是从政治档案这四个字里面要扩大到其他跟这个原来条例包含委员版包含行政院版不一样的地方。我看的这个内容包含之前的委员版跟最新的行政院版，大概可以把它，如果你要把它缩小范围的话，会变成政治迫害档案条例。它其实如果你以第二、第三条的档案当事人，指档案政治档案中遭逮捕、调查、侦查、起诉、通缉、审判、执行之人的话，大概这都是一些政治上面过去威权政府，然后或者说附属组织，对，利用他的权力，哦，可能是公权力，可能是再透过公权力去被迫害的档案出来的。那所以政治档案听起来好像包山包海就会有其他事件，但是如果是政治迫害档案条例的话，就比较会比较符合我们大家的认知啦，大概有这个差别。那我就利用一些行政院版，然后跟那个其他委员版的一些差异，我也来顺便帮大家，有些委员是早上有讲嘛，刚补选然后回立法院的，也有些是递补进来的哦，有一些细致的差别可能过去没有看到。像之前在委员版里面，那因为从过去从党产条例好二十多年的严格跟那个促转条例里面哦，所以很多委员版里面他们的时间点就是民国35年到民国80年的5月22号。那民国80年的5月22号是他的日期的选择，就是废除惩治叛乱条例这个时间点。但是到了促转条例跟行政院这一次的版本里面，其实从八十年的5月22号，它延长到了81年的11月6号，也就是1992年的11月6号。那这个时间点也就包含了刚才那个朱委员所说的，其实民进党已经成立了5年了嘛，所以里面如果民进党有在这个条例里面，不管什么版本有被包进去的话，民进党的或者其他在立法院也曾经有很多什么青年党啦、微博样板政党哦，也都被包进去了嘛。合法登记的政党都好，朱委，我刚刚讲的哈，80年5月22号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和81年11月6日，这个中间差了1年半，那朱委你知不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就是那个动员戡乱的宗旨。对，这个我也在场程序委员，那个我也给你报告一下了哈。因为我们在想的，过去我们都以为是以戒严不戒严跟解严来做分别，那就是民国76年哦，1987年嘛哈。但是为什么现在是1992年11月6号？是因为有部分地区还没有解严呢，那这就包含你的选区金门了。所以金门也有被政治迫害的，所以以这个时间点来选择的话，那其实就包含了其他更当时被威权政府控制更久的地方。那我也赞成管碧玲委员刚所讲的，如果你时间往后移，也是一些其他委员在党委员他们要求的，往后移我也赞成，只是我们会认为说解严之后，然后包含总统民选之后，那在档案上包含有档案法之后，就比较没有这个状况。刚才沈志文委员所讲的，他对一些国务机要费有兴趣哦。其实，在立法院里面，您也担任我们同一届到第六届结束到2008年嘛，那个时候就可以去透过立法院的职权去调阅了。我们在处理也是更早之前的威权政府的政治迫害这个案件，所以这个时间点上很细致的考量到
我们每一个地区哈，每一个县市里面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是没有错吧？诸位，我解释没有错吧？对，没有错，诸位。那如果说照着我们刚刚在野党委员他们的理论，我时间点更往后延或往前拉，往前他们想要对日本时代啦，李不喜来，甚至要对原住民，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往后拉才会，我认为才会有国民党的委员所讲到的政治斗争跟政治清算打压异己的问题。为什么？我也可以把这个政治档案条例延长到2016年啊，大家没意见了吗？延长到2016年之后，我就可以开始查马英九总统执政时期，我以前可以把一些档案照着沈智慧委员的理论给调出来重，那个才叫做破坏异己啊，那个才叫打压异己啊。所以如果你把它的时间往前挪，这就是为什么促转会它可以处理的范围其实时间有限，国民党就很不高兴，他们会认为说，哦，这是针对国民党的，因为你们那时候执政嘛。即使是在那个1992年民进党成立之后，我们没有执政也不能怪我们啊，我们没那个权利啊。所以你去处理他勾诈一警的问题哈，比较早以前的问题，那你就算公开了，我也不认为会对现在的选民有造成什么影响。反而是你处理到总统民选之后，那你处理到2016年或者今天之前的那个才会造成，这才会造成政治上面谁执政谁在野被打压的状况啊，主委这样没有错嘛？是，所以处理勾诈的代志，有时候考古一下比较看不白海，比较不会影响到现在选民的判断。你是真的延长了，那些才叫做打压异己。所以这一点我们切入点不同，会造成结果不同。那我们在这个政治档案法跟促进转型条例，就是不希望影响到现在的民主选举，影响到现在的政党政治，所以才会把以前被迫害的那一段威权政府的那一段切开来，所以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嘛。是的，这个没有错嘛。对，所以如果以现在新的个别的事件的，不管在立法院的职权行使，不管是在档案法上面，对于机关也好，对于人民权益，我们其实都可以执行，啊，人家丢嘛。是。好，所以在时间点上，我请在野党的委员你们考量一下，这个其实都有考虑到民主化跟政党政治跟我们那个社会的观感要求了。那第二个部分哦，也是行政院版，我觉得跟之前委员版相对来说细致一点的地方，就档案资料当事人的定义不同。在大部分的委员版里面，其实是因为这是比较属于政治迫害的档案开放的条例嘛，所以是排除业务，他所指的档案当事人是排除业务或事件上的负责人或参与人。那当时负责的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迫害者，那这个把它排除掉。但行政院版的档案当事人在第三条里面，它是指政治档案中遭逮捕、调查，然后等等，包含执行之人。所以如果当时受命执行之人觉得万一，包含政党也好，万一我有可能因为这个政治档案公开之后，我有可能会遭到另外一种社会上面的负面观感，我也可以去调阅嘛。嗯哼，我也可以去执行相关的权益。主委这样没有错吧？对，那个调阅应用是非档案当事人也可以，嘿，只是我们的程序有不同的规范。所以行政院版其实有照顾到所有事件里面都算当事人，你们给他们公平的待遇跟公平的权利，就包含国民党也没有错嘛，没有错，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包含他的继承人，后面有继承人其实也有相同的，也有相同的权利，这一点也没有错，对不对？对。那再来就是罚则了。嗯。哦，私人文书，在私人文书的部分哦，大部分的委员版是并没有把私人文书排除在外，哦，他可能已经归到政府的档案里面了。但是如果他要被公开、被研究的时候，在行政院版更细致的说，这些私人文书，即使你被政府或者其他被收集到了，列到政府档案里面去了。如果私人文书的话，你们这行政院版有排除，有让当事人跟他的继承人表达他不予公开，没有错嘛？对，我们原则上是尊重私人的财产呐，啊，所以不用强征的方式。那但是可以接受捐赠或者受托保管，甚至用收购的方式来做。所以已经在我们档案里面的，如果他要被公开，当事人跟他继承人是可以要求说，这个可能是他当年被迫写下的自白，并非他个人意愿。那我表达不愿意被公开是可以的吗？可以加注补充意见，它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主要应用的部分的一个重点，它可以加注这个意见以后再做处理。好了，我就这几点补充哦，那其他逐条再说，也希望说给在那个我们新任的几位委员里面一些参考。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运鹏，接下来我们请段委员宜康发言。好，主席、各位同仁，我先跟这个促转会啊叶委员先请问啊。
根据这个促转条例的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的第一项第二款哈，就促转会可以这个以下列行为啊调查相关事项。第二款说要求有关机关、构团体、事业或个人提出档案、册籍、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资料及证物啊。那我就不问这个团体啊，我就问机关、机构。是。因为现在依法要调集的资料有没有调不到的跟机关？报告委员，这个目前为止就是说大部分的机关是相当顺利的，但是确实有些机关会，譬如说什么机关，譬如说什么资料，譬如说我们从去年八月开始跟国家安全局往来，希望可以调阅跟陈文成命案、林宅血案，然后美丽岛事件，还有台大哲学系的相关档案。我们去年为止调阅21案，那目前我们只有拿到一案公务机密，其他它全部都以永久保密，然后不予提供。国家机密永久保密啊，对不对？是。所以是国家机密保护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是涉及国家安全情报来源或管道，是国家机密永久保密。是国家安全情报来源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情报可能涉及情报员，是，而且这个是对外的，是对其他国家。好，假如说这个是因为有安排的这个调查人员，是假设是潜伏在，譬如说美丽岛事件，是美丽岛杂志社之内，那这个就不叫国家安全情报来源，对不对？因为这个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嘛，那国家安全是我对外的情报，所以我要保护我们的情报员啦、啊。他可能有这个在别的国家，好、哦，他可能潜伏在国家的这个情报单位或者其他，他把情报提供给我们。那如果我们现在解密了，那个对他的安全造成影响，好、哦，有可能是他的后人，说不定会有安全等等的顾虑，应该是这样的解释。我问一下法务部好了。法务部，你们是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的主管机关嘛？罗山市，我们老朋友了，来，我的解读有没有错啊？你们是主管机关？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国家机密保护啊，它主要着眼于国家安全跟利益的维护了啊。所以呢？所以，假如跟国家利益跟安全为无关的，当然不在国家安全。好，那我就请问这个国安局。国安局是周副主任嘛，对不对？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这个永久保密的机密也是要经过核定嘛？要。好，那么这个核定，这些机密核定是谁核定的？本局局长。局长核定的。局长核定的，就是把这些什么时候核定的？一个案去核定，对，大概最早就是在国家机密保护法生效之后核定的嘛，还是生效之后核定的嘛？因为这个规定有说，你生效之后2年之内必须要核定，不核定你就要解密了嘛。对，我们依法来核定它，依法核定嘛，哦，好，第五条啊，国家机密之核定应于必要之最小范围内为之，核定国家机密不得基于下列目的啊，哈、哦，我先念第一款啊。为隐瞒违法或行政疏失，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因为说我过去做的事情啊是违法的。好，比如说陈文成是怎么死的，有可能这个国家安全局有涉及违法，或者什么机关啊，比如说警总啊，哪一个那个机关有涉及违法，你不可以因为这个原因，对不对？对，不可以隐瞒啊违法或者行政疏失。第三款，为掩饰特定之自然人，这个自然人可能包括总统。可能包括当时的国安局局长，好，或者警总总司令，自然人、法人、团体或机关机构之不名誉行为，不可以。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了，就你现在永久保密了，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保密哎、欸，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他是因为哦，好，第十二条，还有要件嘛哈、哦，涉及国家安全情报来源或管道之国家机密啊，这个其实看起来有点模糊，但是其实很明确。也就是说，我这个国家涉及国家安全情报这个来源或者是管道，就是表示说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不可以告诉你。那这个档案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呢？也就是说，对于林宅血案，林益雄律师他的一家灭门血案，我所掌握的档案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今天这个档案的来源？我知不知道林宅血案是谁干的？我知不知道陈文成命案？我在陈文成博士死了之后第二年了、啊、第三年就两年之后进到台大，我在那个图书馆前面我还是觉得很阴森了、啊。陈文成命案为什么不能解密？是谁杀的？他为什么死的？这个牵涉到什么样的情报来源？你们知道些什么？美丽岛事件，这些都是38年、39年更早之前的事情，离现在啊，你们涉及什么情报来源是不可以解密的？如果说今天你们国安局局长就可以核定这个机密永久保存，我跟法务部请教，法务部啊，有没有解密或改变这个机密等级的方式？你知道吗？罗三世，好、啊，这一点我不太清楚。好，第十条啊，第一项，国家机密等级核定后，原核定机关，就是如果以本案来说，就是国安局了哈、啊，或其上级机关有核定权责人员得依权责获依申请。所以国安，我跟国安局请教，你们的上级机关是谁？你们上级机关啊？国安会。拿麦克风给。来，我们请国安会。国安会哪一位？所以你们有权啊，你们有权这个解除他的这个国家机密，或者依申请。那我跟法务部再请教，不好意思、啊。怎么申请啊？跟委员报告，因为、哦、有关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这个主责虽然是法务部，但是是我们廉政署、啊。我知道是廉政署，啊、但廉政署没有、啊。所以这个对，所以这个好，我不太熟、啊、我知道，因为我有看了施行细则了哈，没有讲要怎么申请了。那我再请问啊、哦，现在你们一个国安局，一个国安会，那你们国安局、国安会都属总统府管嘛，对不对？上级机关包不包括总统府？啊，包括总统府。国安局点头包括总统。那我们请总统府，这个邱局长，是。我再念一下第十条、啊：国家机密等级核定后，原核定机关或其上级机关有核定权责人员，有核定权责人员就是总统啊。是。根据第二条，对不起，第十条，对不对？对，第十条。不是啦，第七条了。如果这个是绝对机密的话，就是总统、行政院长或经其授权之部会及首长。是。所以，如果总统有授权的话，就是国安会秘书长或国安局局长。如果他是绝对机密，如果总统没有授权的话，国安局局长不可以这个就核定啊，所以我们假设他是总统授权，总统授权哦，对不对？那表示他得到总统授权啊，那你现在总统可不可以解除这个机密或者改变他的机密等级？是，包委员，任何国家机关的档案都随时随地在检讨我们的机密的。所以那我请问一下，是可以，你们总统府有没有检讨关于陈文成命案、关于林宅血案、关于美丽岛事件？被国安局局长核定为永久保密这件事情，是包委员，从民国31年到81年这段时间，所有总统府里面的政策，所以你们经过检讨之后，包括现在本党执政、民进党执政，蔡英文总统仍然支持国安局把这些档案列为永久保密吗？你回答要注意哦，不是，或者是你们没有真正去了解。这些资料到底为什么保密？是，
委员，我们总统府手边所有的政治档案都已经移交国家档案局。不是嘛？我不是说你们保管的嘛？你们保管就是你们解密嘛？现在是国安局保管嘛？谁有权可以解密？你们总统府的这个，你们总统啊，就我们总统了，不是你们总统，我们总统有权解密啊。所以应该要提出。那你这第一个，你是要我提出申请吗？我也可以申请啊。你考虑好你的答案呢、啊？你是要主动还是要被动？总统应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去追查当初国安局局长核定有没有违法滥权，他有没有得到当时的总统授权，这第一点。第二点，必须要去检视这些机密档案有没有继续永久保密的必要。我讲的够不够清楚？是，你回去可不可以回报？府里面这样的一个业务状况，事实上我们都不断的一直在，你们不断的检讨，所以那你要让外界认为说，总统府认为这些档案应该要支持国安局的做法，要继续永久保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应该是不断的要去检讨那个档案，需要继续永久保密的必要。我会把它搞清楚哦。是。如果没有人要提出申请，如果你总统府不主动解密的话，我会来提出申请，我们到时候看到底怎么处理。好，谢谢段委员。好，接下来请陈玉珍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这个我不支持我们段宜康主席说的什么叫做总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去解密什么国家什么档案，国安局的档案。总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怎么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个国家发展委员会这个主委陈主委，发展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哈，发展，你是全称叫国家发展委员会是吗？是。发展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发展，发展，这是我们组织的名称啊，就是那你在这个组织里头当领导，你不知道"发展"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没有，当然就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得到未来，对吗？让国家变得更好嘛，是不 是？让人民的生活更好嘛，对吧？那我怎么觉得你们这个组织啊，这个委员会应该改名叫国家带头仇杀委员会啊？那我想想看哦，我们在审这个法案，我常在想说，所谓的这个政治档案啊，所谓的转型正义啦、啊，我是来自金门的、啊，我常在讲说，我觉得民进党政府消费这个所谓的228啦，这个已经有补偿，已经有放假了，已经有这么多的事情，每一年不停的在消费。228是民国几年发生的？民国几年？36。三十几年，现在已经是70多年前的事情。在场到底谁在那个时候出生或经历过那个时代啊？已经过消费了嘛？已经过度消费了嘛？这个你们知道823吗？知道。你们知道真正的转型正义？如果真正需要转型正义，需要主张转型正义是金门人了、啊。金门人在我那个年代，我已经算是年轻了，我才40几岁。但是我那个年代，我们7点以后就不能出门了，我们这里不能有电视，不能有收音机，不能有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祖母被军车撞死，然后我隔壁的邻居家里的门被军方拆过来，我们都没有在，我们工人只要赌博就被抓去关，没有审判的。你们怎么整天都在讲228？我觉得那个中华民国领土是只有台湾吗？我觉得整天都在讲这个，来，我在讲这个政治党，我对这些条例感觉到很反感了政府都不思考说怎么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每天都在想说这个党执政的时候去追杀那个党那下次换国民党执政，我想不知道会不会再反过来。来，你第三条啊，这个政治档案，什么叫政治档案？我们的政治档案的定义是由这个处转条例里面的定义把它移转。你回答跟没回答一样啊？你是主委吗？第二个时间，如果你今天要来拿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就不要过来。这个81年到90年你这个时间定在81年11月6号，您刚知道我们政委员有说过，81年11月7号是金门解除战地政务嘛？那这个我刚刚听你们说，这个档案法是90年1月1号实行开始，91年嘛那所以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不会切到那个时候呢？只切到民国81年呢？那这中间怎么办呢？这中间可能还是有很多转型正义的事情需要去研究啊。那为什么这个内容要特别提什么228呢？228还被消费的不够吗？还被
拿选票拿得不够吗？民众不是要这个？哎，我想请问哦，第三条这个时间点呢、啊，我们很多委员对这个时间点很有意见呢、啊。好，下一点哦，第四条，这个政府机关嘛，我第三条再请问一下，这个政府机关是包括什么？国防部也算嘛哈？当初军方他是行政院的机所属机关啊。那第四条里头，这个政府机关应在本条例实施六个月内完成政治档案的清查。所谓政治档案，包括当初的这个以金门地区来讲，包括当初比如说军占民地啊，军方实施很多不正常的这个不合理的这个行为，这包括在里头吗？当初很多这样的事情啊，转型正义啊，金门最需要。只要在第一款的范围内都要清查，都要怎样？进行清查，都要进行清查嘛，哈。那你不会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吗？六个月怎么做得来呢？这个几十年的事情，你要求人家六个月做出来，怎么有可能呢？不过我们档案法实施之后，其实各机关都已经要建立档案的目录了，所以现在档案法，你这个条例设从民国34年，以你现在讲到80几年，40-50年嘞。你要求一个机关6个月提出所有的档案，不是这个怎么有可能？我要求你6分钟内。提出你们所有政治那所有党内档案有可能吗？报告一下，我刚刚说的，在档案法实施之后，所有的档案都要有目录。我说的是34年，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这个你们这个政治档案，34年到81年嘛，这个也是40-50年嘞，6个月内怎么做出来？你要嘛就是让他随便乱做给你是吗？不是，我刚说的说法是档案法成立之后，所有的档案都要建立为目录，所以您讲到30几年的档案都已经也建立为目录了。我说的是档案法，你们不是90年还是开始实施吗？但是不是90年以后？那我现在找的当然就是档案才。你现在找到就34年到以你的条例，34年到81年间的事情嘛，只有40-50年间的事情，你竟然要求一个机关，不管哪个机关，档案或者是国防部也好，目录都已经完成了，现在清查从6个月的时间从里面去，怎么会都已经完成了？以国民党来讲，我举例来讲哈，民国2018年去，这边是政府机关，不包括政党这个，所以政党不用在六个月内，这个条文是政府。所以政党不用在六个月内清查哦。没有。好，那我请问你啊，2018年的8月17号，因为你们这个，你很多都推到这个叫做这个促转会嘛，就是这个促进转型什么不正义委员会哈、哦，这个不正义的委员会哈、哦，这个你们都推到的有促转会在2018年的8月17号哈、哦，就直接派员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智库啊、哦、去查封啊，这个不是已经很违法了吗？以后你们这个政治档案，如果我们这个政治档案这个。法啊，这个什么条例通过以后，那是不是任何一个机关也可以再这样做呢？违反行政程序法，违反程序正义啊！政府怎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没有，这跟这个条例是完全无关。我们是被认定为是政治档案以后，谁认定啊？谁认定？促转会是吗？对，如果是政党的部分是由促转会来认定的、审定的，所以促转会认定以后一个，那我们定了这个，我们定这个法以后就给促转会没有促转会一个委员报告，这是立法院，就跟我们吴志扬委员说的啊，没有，这是立法院已经通过的总统公布的法律里面促转会的执掌。我说的是，你这个政治档案条例这个里头以后就给促转会一些尚方宝剑，没有，这个是在促转条例里面的。执掌的规定，这里面只有把这个档案放到我们的档案局来管理跟后面的运用、什么档案谁决定什么档案可以放在哪里吗？那倒是变成促转会嘛。我已经说了，这个通过以后，这个法案通过以后，这个条例通过以后，你们就给促转会一个武器。不是我们给促转会，促转会的执掌就在促转条例里面就已经有了。是这个条例给促转会一个武器。不是，也不是这个条例给的，是原来已经立法通过，总统已经公布在施行的法律。第11条哈，情报这个刚刚邓委员有讲到，这个情报人员政治档案说载的是情报人员，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大家都不会看这个时代的背景哈，比如说以前呢、啊，所以如果这个条例通过以后，所以那些什么。公务人员啊、证人啊、检举人点点点哦，都要提供阅览，对不对？那以前比如说他说所谓什么情报人员放在美丽岛里头，哎，当时候政府可能觉得美丽岛事件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呐、啊。你怎么用现在的事情再去讲，现在性再讲以前的事情？你当然你现在觉得说啊，可能那时候不是，可是可能我们那时候有些民众就觉得是啊。第二个，那个
那如果有举一个例子，李登辉总统，李登辉总统在我记得那时候在民国九十几年，96年嘛，那时候在两岸这个有飞弹那个时候，他不是也不小心就暴露了一个情报人员的这个身份吗？造成那个情报人员在大陆被人家被抓去关啊，关到好像现在还没有回来。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条例通过以后，我们就是这样去通过了，让当初很多为国家出生入死的情报人员，随时可能把他的这个身份，因为某些人的申请暴露他的身份，当初他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为的是那时候的国家安全。你用现在的你认为的国家安全去说，哎，所以那时候这个事件是不对的，然后要求揭露那时候的身份。那当初他效忠的国家，那些人效忠错误吗？我们怎么为什么总是要用现在的这种想法，一直去想前以前的事情呢？我觉得哈，这个政治是这样子啊。善意才能带来更多的善意的，仇恨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啊！如果这个现在当然是民进党执政没有错了，那你通过这个政治档案条例这个草案哦，那无所不用其极的想用任何的政治手段跟方法了，那去想说一直去消费以前这么多年民国三十几年已经六七十年七八十年很多人都不在了，很多人都不在这里哦，没有一个人经历过那个时代，一直去想要去，我不知道是为了选票呀，为什么也好了哈，反正一直去这个对国家发展根本一点注意都没有，一点注意都没有啊！如果后来换了国民党执政以后，一样用这个方法又再去追杀这个民进党执政所有的事情，再把时间改成到民进党执政，这国家不会前进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主委了，我们陈主委，请你记得哦，你的这个委员会名称叫做国家发展委员会了哈，不是国家带头捉杀委员会。没有，跟委员报告，我们其实就是要透过推动这个政治档案的公开，然后能够客观公正的去了解历史的记录，还原历史的真相，这对全民的和解，对国家的正常的发展，怎么会和解呢？有非常的好处。你今天在追究我以前事情，我再回头，下次我只能再追究你。政治，我们不是追究，我们是让历史能够还原，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过程。那历史能还原太多需要追究了，几十年来太多事情需要追究了。好，谢谢，跟陈委员说明啊哈。第一个就是说，您在质询的时候引述我的话，要请你不要扭曲我的发言了哈。你一开始说，那个就像你扭曲以前国民党执政的事情是一样的嘛。不好意思，后面的人讲以前的事情。你容我讲完，不是过后面的人讲以前的。你刚刚在讲说，我请总统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查为什么国安局长会去核定这些机密有没有违法滥权。那你告诉我说，总统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照顾大家的生活嘛，对不对？这个在逻辑上面是错字，因为我说就这个事件，就这些机密被核定为永久机密这件事情，总统应该去查。所以你觉得我断章取义了？你对我就这样子，你让我讲完，你对我不公平。你对政府也不公平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执政就以前的事情一直这样站到你现在想要去翻了、啊。我认为世界上不是这样子。这个不是一个诚恳讨论事情的态度。您刚才提到，您过去在金门所遭遇到战地政务时代遭遇的不公平，这个也是在促转条例处理的范围啊。那个时候处理促转条例的时候，金马的委员，包括在您之前的委员，都要求要把战地政务这段时间要包含在促转条例里面。如果以你的逻辑，那就不要追究了。我的逻辑就是说，我们的时间应该往后拉，不是拉到11月，81年11月6号。如果以你的逻辑的话，那那个时候为了战地、为了安全，所有的牺牲都不应该被追究。好了，我其实是不应该在这边跟你讨论这个，但是我要跟你要跟你拜托，你引述我的话的时候，请不要扭曲，好不好？对，也请你不要扭曲以前政治发展的。主席，还有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以及我们的委员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在谈这个所谓的政治档案法。那其实呢，我们的档案局原来是觉得说，我们已经有档案法，并不需要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政治档案法。所以呢，政治档案要处理的是什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转型争议。因为呢，事实上呢，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就在威权时代，
在戒严时期，那有很多的这些的就是说人民的权利遭受到侵害，而这些权利遭受侵害，它其实不是依照一个正当的手续，不是一个正当的一个法律的程序，而被剥夺了这些的权利。那这一段的历史必须要真相，必须要还原。所以呢，那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唯一的就是从这些的档案去看出来。那这些的档案在哪里？当然就是在所有的这些的国家的机构。那因为在那时候，因为所谓的党国不分，所以呢，在这里也就会牵涉到，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很多的档案是存在。那时候的党当然就是只有国民党，所以呢，事实上国民党一直在讲说是因为政治追杀，不是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让我们知道在戒严时期，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不管是发生在台湾，或是发生在澎湖、金门、马祖，都同样的适用。所以刚刚陈委员在讲说啊，为什么这个在战地政务的时候，这些的不公不义，没有错，这些全部都是在我们所谓的历史真相还原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面对过去，台湾过去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了，尤其是在戒严时期，从日据时代当日本战败之后，到了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了这整个一个国民党在戒严时期的这样一个统治，所发生的不只是228事件，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等等，这么多的事件，到今天依然是大家一个很大的问号，而这些的问号就成为在每一次选举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争论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不要让历史的真相让它还原摊开来？说实在的，在当时受害的不是只有台湾人、本省人，事实上白色的恐怖里面受害的多的是外省人，很多的精英都受害了。那这些人的真相难道不用去还原吗？刚刚也有委员提到说，这些人很多都不在了，没有错，他们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孩子还在，他们的子孙还在，他们希望知道到底发生了怎么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他的祖先，为什么他的爸爸、他的妈妈，然后他们的尸骨到今天都还找不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所谓的转型正义，就是大家要知道到底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让从这些的档案里面去让大家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必须要从这些的事情、这些的历史的记录里面，我们才知道说，那我们如何去面对它？我们希望它不要再发生。这样社会才有可能和解。所以在这里要处理政治档案，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当这些的政治档案呈现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因为在当时很多的这些的自白书，很多的一些的文献，很多是廖北亚写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要一律的公开？一律的公开妥不妥当？所以呢，在这里呢，本席所提的这个政治档案法呢，最主要就是民间团体经过非常多年的，经过专家学者大家去研究，我们是不是要把个人的这些的隐私跟公众大家所应该知道的这知情权，这两个之间怎么样去做平衡？所以在这里首先会牵涉到的，也就是说在枪决前后的这些的照片、自白书，要不要一律的公开，还是他应该要有所遮掩处理的方式的去处理。所以呢，目前虽然我们的政治档案法还没有通过，但是呢，其实呢，我们档案呢，就是目前呢，就是满30年的，如果说他有保密拒绝的话，是可以开放阅览的。那档案如果满30年，他没有保密拒绝的话，那就会就是会做分离，会处理之后呢，再提供阅览。那如果是未满30年的话呢，就会先分离，以后呢，就是把该遮掩的先遮掩，以后再提供阅览。那如果说呢，那如果说这个不论档案的年限呢，如果您要复制的话呢，就全部都是要分离以后才提供。那这是目前现况在处理的。但是现在依照我们这个政院版所提来的草案的第8条的第3项的规定，是不管它的年限
自白书跟枪决前后的照片全部都要提供阅览跟抄录复制，那这个妥不妥当？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档案局可以回答一下。目前在政治档案条例里面的规划方式，确实是刚刚像委员所提到的，跟现行做法的差别就在于说，我们目前如果是满30年，好，那透过这个保密切结，我们是提供阅览抄录，但是要复制的时候是要分离的。好，那在政治档案条例里面，因为为了加速开放，我们目前的机制里面是只有所列的国家机密，或者是这个有表达原来的移转机关有表达这个有这个国家安全或者是对外关系的考量，或者是本人有表达说他的私人文书不开放，我们才会做分离，否则其他的事项就会可以提供阅览抄录复制。那这里面的范围确实就会涵盖到委员您刚刚所提到的自白跟枪决前后照片，可以阅览抄录跟复制满30年。因为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些的家属，因为通常你被枪决前的前后的照片，因为其实这牵涉到人格权，那尤其对家属，他们会觉得非常的不舍或是难堪。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要把这枪决前的前后的照片就这样子公开，还是说他其实是应该要有所分离，有所保留？好，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只是提出来让你们再去思考一下。那当然自白书，我们相信很多的自白其实都是在严刑峻法之下，各种的酷刑之下所做的自白，那这样的一个自白的公开，完全的公开，对当事人的尤其他的子孙，好，那这种情境是否适合？是，好，我会觉得说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要去遮掩，就是要做分离的话，事实上当然就像刚刚讲的，人力不是那么的充足，可是事实上目前其实你们已经在做了，那已经在做了，为什么会突然说以后的就是我们就不要分离的会比较快？当然我知道这个档案局一直在讲说我们要这个加速公开，但事实上加速公开其实大家最想知道的陈文成的命案，这个林英雄的这些的这个命案，好，等等林宅血案，好，这种情况其实刚才也听到的，我们的国安局，好，这个国安会，好，然后呢这些这个应该要公开的，其实他们把它列为永久机密，所以事实上整个要真正呈现的这些的历史真相应该要快速公开的，反而被列为永久机密。然后呢，这些接的当事人会觉得情何以堪的东西，反而为了所谓的加速公开而毫无遮掩去公开。那这个妥不妥当？因为这个也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一直坚持要制定政治档案法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我们不希望把所有的档案就全部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内容，然后也不分年限，然后就把它全部的就一律的公开。那这个也就是这些的家属，这些的受难者的家属，他们一再的陈情的，他们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公开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二度的伤害。哦，所以在这里我们才会要求说，哎，是不是应该比较细致的去处理？因为否则的话，你没有细致的处理，对个人的隐私、个人的人格权的那个保障是不周的。哦，这个部分是跟委员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在这次的条例里面，我们针对这个保密的这个作业啊，在第7条有做比较开放的规定，也就是说他如果是条件很清楚哈，然后解密条件成就是期限届满，我们是可以自动解除机密。那如果是已经满30年还列机密，等于除非有法律或是法律所授权的法令的规定的依据，才能够做这个延后，好，否则就视为解除机密。那另外一个配套的机制是第8条，我们有征列了就是档案当事人或他的继承人对内容，好，与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认为有错误或是不完整的话，是可以减负相关的证明文件来申请加注补充意见附卷。那我们因为做了这些配套的机制，加速解密，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有这个加注附卷补充的这样的概念，
所以在机制的配套上让它更开放。那否则就是那个作业方式可能会跟现行的作业方式是很相雷同的。以上补充，谢谢。没有错，当然我们一方面是希望它能够更加速的开放，但是其实这里就牵涉到就是说个人的隐私跟这些所谓的加速开放人民的公共的知情权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平衡嘛。是。那现在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说，固然我今天我就这个譬如说我好对于自白书或是对于尿不要的整个这些检举书什么等等，你可能觉得说当时是在好各种的不愿意或是被压迫被胁迫的情况之下所写的，所以我可以在那里加注。可是我想对于这枪决的前后的照片或是对于自白书的这个部分，你要将它去，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好像应该还是要某种程度的做区隔。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提你们，就是这个部分是不是再考量一下，因为家属他们对这一块呢非常的焦虑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再考量看看。好，谢谢。那另外呢，刚刚您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是就是依照法律的规定的话，它不能够，就说它的解密是依照各个法律的规定嘛。所以刚刚特别有提到，就是所谓的国家机密法嘛。那国家机密法里面的就变成说，有些部分是永久机密嘛。事实上，这永久机密其实应该要去检讨。那这个部分如果不检讨的话，就会变成是说，真正的人民想要知道的，一直就的真相的历史的真相，会变成一直把它列为国家永久机密而不解密。可是事实上是国家的安全，它其实应该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这不是属于你们的，这可能是我们的国安局可能要去检讨的。那国安局当然要报给国安会，那国安会呢当然总统府这边整个可能要去全面的去检讨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什么。国家安全它真的不应该，它所牵涉到如果会牵涉到国际的，会牵涉到情报人员的安全，那是国家安全。可是它如果是只是过去的，因为某一个人，那他那个人还在，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解密。我想那不是国家安全，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快速的那个检讨。好，谢谢尤委员。我先跟委员会报告，我们今天上午的会议到所有委员的询答结束才休息。好，接下来请何志伟委员。谢谢主席，还有同仁。我想先跟现场的每一位再一次呼吁。我们的促转会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绝对不是说所谓的东厂，绝对不是东厂，绝对不会是东厂。如果它是东厂的话，今天我们这个草案就不会送到本委员会，也不会送到立法院来做所谓的讨论，因为它应该要什么有什么，想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想带走什么就带走什么。那今天我觉得不管是国民党的或者是民进党的委员，我们正在讨论其实都有它的历史意义跟它非常重要的一刻，因为证明了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事在人为，事在人为。那这边还是要讲，我们昨天才刚经历过4月7号的言论自由日，郑南榕当时为了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100%的言论自由，当时候到底送了几张所谓的具体票？到当时候像博洋他画了一个 Popeye 就被带走了，这些资料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人看得到吗？殷海光、雷震，那我再话说回来，包含连战哈。就是他的阿公连横，他都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但是我今天看到我们所有的官员，从国发会、总统府、国使馆、司法院、监察院、文化部、法务部、促转会、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国家安全会议、国安局、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大陆委员会，还有228事件纪念馆，各个单位的头都在这里，各个单位的承办执办都在这里。为什么人民会对中华民国如此的失望？是因为在座的每一位大家都有本位主义耶。我先请教一下促转会还有我们的学者们，你们在调这些所谓的密件的时候，
保密的时候，他们都怎么回应的？请这个主秘在，对不对？哎，跟委员报告，对，就是说每个机关还是叶对，来请叶委员，叶委员对，更正。目前为止就是说，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做法，但大部分的机关，比方说像法务部调查局是给予我们就是说高度的配合，会就是说，在他们机关的人在场的时候，同步去揭露里面相关的档案。但是对于里面涉及情报来源的部分，他们还是去做遮掩的处理。那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案子里面非关，就是说情报来源的部分，针对案情做厘清。那国安局的部分，在我刚刚跟段委员报告的这个目前为止他们提供的一案里面，他也是去对、這個、你们跟他调了几案，他给你看了几案？我们跟国安局调了21案，他给我们看了一案。21案是哪21案？就是跟陈文成命案，然后林宅血案，然后美丽岛事件、台大哲学系事件相关的。那把21案全部唱出来，没关系。好、啊，全部把它念出来。我们来听听看嘛，可是没关系，我现在就直接念，没关系，我有时间。不过跟我有没关系，我现在就要听。告诉我，你们调了21案，只给你看了一案。有的、看一下你是不是你太离谱，还是他们太离谱？这个部分我没关系，时间暂停，我就等你。我们没有把细目。不行，就今天要审这个法案，我就是要听到21案只给看一案，那、是多机密哈。是其他的20案讲出来，中华民国不见吗？不过没关系，我等你报告，因为机密档案的目录我们也不一。不是，你调了哪21案？我要知道。我们跟委员会说明一下，这个等一下时间我会还给你哦。他这个机密档案的这个名称啊，恐怕也是机密，他不可能在这边把名称念出来。好，这个要请这个何委员要见谅。那么事后啊，我们请这个处长会再去跟您再做这个私下再做说明，好不好？是。稍早我们你说调了21个案子，发文21个案子给你看一个案子，你刚好看到林宅、陈文成、美丽岛事件，还有什么可以讲的？有哪些？你刚说3个嘛？目前只有一案。一案是哪一案？跟林宅血案相关。林宅血案，好，那这时候你陈文成的案子是跟哪一个案？哪一个单位？都是国安局。国安局，国安局回应一下好不好？可以告诉我们你不回应的理由是什么？想听听看报告哈。因为你们不回应的理由，所以我们今天要审这个草案。抱歉，对不起，因为这相关的都是按照相关法令去执行，包含了国家机密保护法，包含了勤工法。好，这里面因为我们所列的陈文成有什么国家什么秘密？这个、就是、我不懂哎、这个就是审任单位他们决定。不，这是你的单位啊，你应该要知道啊。今天既然请你来备询，那你就要能够回应、对，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负责档案的管理。那审任的话是审任有。专责专业的单位，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这些档案，你很无辜。我知道这些档案，但是他为什么要永久保密？因为他是国家机密，所以要永久保密。我们目前是依法是这样做的。那审认的部分是由承办单位他们会去做审认。对，是。那所以内容为什么完全不知道？因为它叫做国家机密。包含我们都不能去看，你们都不能看。是，那你唯一知道就是说长官交办没有，他就是按照我们按照国家机密保护法，按照勤工法。对，那认定是由谁在认定？承办单位。承办单位的。是。他们按照承办单位的作业流程。对，承办单位那是谁盖上那个大章嘛？最后一个。这是按照程序去，他们要签合。签合给谁？单位的主管机关，这个我比较不清楚。主管全责主管机关是谁？全责的，像譬如说，本局的话，应该是局长或者局长指定的。所以就是局长认定不行嘛，对不对？不可以给看嘛，对不对？对，局长也是依法。局长也是依法。局长依法啊，依什么法？国家机密保护法。那请问一下，国家安全、国家机密，这是哪里在机密的呢？这你们这边有人可以回应吗？那你们的上位单位是总统府，我们的第二局局长在这里是吧？不好意思，我也不懂，所以我就来问到我懂为止。
报告委员，那个总统府哈，他基本上总统是一个宪法机关，他的上级机关是国家安全会议哈。那那个谁核定的机密，就由哪一个机关核定来可以解除机密。这个到最后这个法里面，刚那个段委员大概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哈。那不过这些东西都还是涉及到业务单位他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是不是可以来揭露公开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这部分的话，应该还是要尊重业务单位最后他依据法律规定的执行。依据法律规定，那我们今天整个国家，我们就希望能够促进和解。那你们是不是正在违法当中？我们的立法精神，你们也正在违法，监察院也在啊，干脆纠举一下、啊，是不是？我们有法。好、哦，我们也有相对应的制度机关都产生出来了，那你们在延缓台湾和解的可能跟过程，那是不是我们监察院也在这里，处长在这里，黄处长，这要怎么处理？是否直接列一个专案，不配合的，不能说不配合，让台湾没办法进行转型正义，让台湾无法进行和解的这些单位，是否应该有做相对应的一些纠举等等？有吗？有作为吗？抱歉，请回应。拿麦克风讲，谢谢。抱歉了、哦，那个这如果说有没有涉及违法啊、哦，那属于监察委员的职权行使范围了哈、哦。那我这边，我今天是因为是，监察院档案管理单位，对，所以我才过来这边聆听各位的发言，报告完毕。那从您的在我们贵单位的这个经验，在监察院里面的经验，这样子从正常逻辑来讲，先不要讲法，至少我们这几年来促转会的努力，被人家贴标签，贴成东厂，但是实质上面。看什么都看不到，要什么要不到，对不对？那看起来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单位，我们政府单位自己在撤轴嘛，这样子对吗？还是无法回应，因为这不是你的权责。我知道你会这样回答，那请问一下该怎么办？我们继续保密，保密到什么时候？我们继续保密，保密到这个世界完全都看不到就对了。所以在这边本席是否可以有几个要求，我们是不是相对应的请提供你们无法提供的原因，以及当时候你们总是会有公文签呈，我要知道最后是谁下这个决定的，好不好？这个请书面回应，请主席裁示，谢谢。好，谢谢主席。当然会希望他们可以给提供，但是他们不会提供了、哦、好，那我跟这个委员会说明一下、哦、其实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即便是列为永久保密的档案啊，也可以移转哈、哦，不是不能移转，或者是他如果是绝对机密就不能复制，但他可以给处长会看，但是要经过权责有权责的人啊，或者是原来核定的人啊，就是要局长同意了、哦。那显然就在一个案子，局长是不同意的。所以局长不同意的时候，就不能交给处长会去看。那这个机密并不是表示说都不准看的，它是可以看的。但是你看过之后，或者说你持有，你就必须要遵守国家机密相关的规定，你就有法律责任。你不可以说我看完之后去跟隔壁讲说，哎，我跟你讲，你知道这个，我跟你讲一个八卦，那你就犯法了。所以这个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知道，确定要知道一点，它即便这是永久保密的国家机密，但是并不是表示它不能给这个核定者啊，或者权责机关，他认为说，哎，我可以给你看，但是你看了之后，你就要遵守法律规定，你不可以让它在外泄啊。但你这个法律的这个责任很重，所以呢。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重点在于说，国安局不把相关的档案给处长会看，是因为国安局有权核定的人下令说这个不能看，好，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了。
好，不好，等一下，等询答完之后，好不好？一个权益的问题。一个什么？一个权益的那个跟主席报告，我们在过去都有一个阅览权。不，那个要成立调阅小组。好， okay. 我们调阅小组，他如果是机密档案，我们也看不到了。好，好不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谢谢主席哈。我想早上坐在这边，一直听到追杀这两个字。很强烈的用词了哈，那实在很，我们当然不能够认同，也绝对不可能接受说，今天我们来审查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档案条例，是一个所谓追杀的动作哈。我想在司法法制委员会从第一年我们就政治档案法下做相关的询答，也做相关的公听会，在去年下。第二个会期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到档案管理局去看这些的档案哈。我在这边真的要建议这些朋友去看一下，就知道说历史多么重要，真相的还原多么的重要，然后去看就会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要去做的事，已经很晚，已经迟了，不能再迟延了哈。那今天有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了哈，待会我们就再从头再来 review 一下。我记得在两年多前，我们在这个委员会那个时候问了一下档案管理局，那时候林局长是代理局长嘛？那你说那时候你们档案管理局大概有17公里的档案，那大概每年大概增加1公里。所以刚刚在外面你跟我说你很兴奋跟我说现在有21公里左右了哈，22公里哈。好，但是我们要去疑惑的是，我们要去了解说，哎，那这部分当然这不可能全部都是政治档案了哈，政治档案在占它的比例是很少的，所以我要请教说，现在这些你们档案管理局所收集到的档案所保存的档案里面的政治档案大概是有多少？那个林局长，嘿，跟委员说明一下，目前我们的所有的国家档案的总量是22公里，然后属于政治档案的量是1.1公里啊，1.1公里。对，那其实第六波就是我们去年去做实地清查的档案，总共有预定要列入国家档案征集有13万案。那到目前为止进来大概2万多，所以其实还有80%的案数，就进来2万多，然后再慢慢的整理。预定今年年底这个13万案会从各机关都移到档案局来，所以政治档案的量它会在增加。好，我想大家可以去档案管理局看一下，为什么叫用里来算哈。那另外就是今天大家也提到促转条例嘛，那其实政治档案是促转会成立的任务之一，但是他绝对也他只有这是他的任务，但他没有手，他没有工具，他没有相关的一些法规，我想他也尽他的可能去调，虽然他有这个所谓的直接到就去调取文件权，但是事实上我想他们也很审慎在行使这样的权利，虽然这样的权利在党产会或者是在公平会都有这样的一个行政上的权利，那我想促转这部分他们是更审慎。那现在就是说我想要理解的就是说，那像将来我们这个政治档案法通过之后，那当然照规定相关的权责机关照规定把他们所认为的政治档案依照他们的规定是送来档案管理局，然后档案管理局再给促转会，还是说就直接促转会当到时候他们依照政治档案管理法、政治档案法、政治档案条例，就去可以去跟这些各机关去调。那各界机关他们评估，依照这个政治档案管理法、政治档案法，我就可以给恢复给这个促转会。我想请教促转会跟那个林局长，将来就是我们这个政治档案条例通过之后，这个实际上的执行是怎么样？大致上来说，如果是政府机关档案的部分是由档案局来做征集，那促转会如果有业务需要，比方说我们要撰写总结报告或调查历史真相，我们可以跟档案局来行使调用权。那档案局目前为止是相当的给我们相当大的帮助，所以到时候不用在你们促转会再去跟各个机关调，但是有些档案还没有移转到档案局之前，比方说我们先跟调查局先跟国防部
在调用的一些档案，在他们移转这个准备期之间，我们是直接跟各机关调。所以现在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政治档案的这个管理或者一些政治档案的开放是促转会的工作，但事实上在你们去调，那也未必能够很顺利了。那将来大概就是双管齐下嘛。是, 是，你们这边也有权限，那政治档案。那个政治管理局他们当然就照法律的规定，他们也要去调，也就是去征集这些档案。是，以执行上来说，这是档案局的权责，但促转会从去年成立到现在，可以协助的是说尽力来跟各机关协调，加速那个移转，加速或检讨解降密。比方说前五波的政治档案里面，像过去法务部调查局也有永久保密的部分，我们就函请各机关来检讨，那调查局也就把它解除那个机密状态。所以目前在，所以他们解除那个机密状态也是送政那个档案管理局这边。好，是委员这边我来说明一下啊，就是目前在政治档案的征集，其实在政治档案条例没有通过之前，我们依照档案法的职权啊，已经有请各机关清查了六波，到目前也是第六波，那陆陆续续都在移转嘛啊，那现在移转进来的档案，原则上促转会这边需要做调用的时候，如果是已经进到局里面的，会跟局里面来做调。那由于我们政治档案都是优先做数位化，所以其实目前数位化的档案提供给促转会的量非常大，应该已经超过400万页以上。那另外，因为我们现在第六波从去年清查跟实地访查到现在，陆陆续续在移转当中，有些部分机关还在清查当中，但是因为促转会急着要用，这时候我们会三方协调，就是我们还有原来的移转机关跟促转会，我们会三方来协调，看这个档案怎么样能够兼顾要移转以及促转要调用的情形。目前其实有些机关我们已经这么处理了，是。所以这边你们是征集，他们是调阅，调就是来参考文件呐、啊。对对对，是。好，那现在又牵扯到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那当然就是档案法17条，它有原则上规定嘛，各机关非有法律依据，不得拒绝档案阅览，然后。那我想这个大概是长期的运作下来，本来这个是例外了哈，现在就是以前原则例外的情形很多，现在就是原则上都会来拒绝，不会来拒绝档案的阅览。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个案，大家刚刚关心的这个陈文成命案。那还是在1981年发生的。那如果说，当然这个时间是陆续在进行，但是它距离现在也已经是40几年了嘛，哈，40几年。那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它绝对机密是30年嘛，绝对机密的这个保存，那可以再延长。那现在是说，这个国家机密，在延长，那如果绝对机密的解密当然是它的上级嘛，刚刚大家有讨论到。那另外国家机密保护法又有一条规定说，在12条里面第二项，涉及国家安全情报来源或管道之国家机密，有应永久保密不适用前条及档案法第22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机密它是涉及到国家安全情报来源或管道，那这个是要永久保密的。那在我们今天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你们写说在第几？第三项的但书。但依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永久保密者，暂不移转。所以这个法条上的解释跟适用，就是说，如果这边是永久保密的话，就不会移转到这边来。但这边的永久保密只有涉及到这个国家的等一下，我看一下，安全情报来源或管道，安全情报，国家安全情报。我想当然国家安全情报在这边解释范围可大可广了哈，但是如果说一直都是用这样的一个12条的一个规定，国家机密保护法，还有我们现在如果这个讨论过第4条第三项的但书，但有很多还是会放在这个会有自由新政，我们讲自由新政，或者是说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密，是有这样的情形。那个陈主委。
解密的话，还是要依照各相关的法律的一个规范啦，哈。那这边的话，他只是说，暂时不移转到我们这里，因为他可能还要他们要运用等等，不是移到我们这边，由我们按照一般的档案来做一个管理这样子而已。但是他并不表示说，就不会移转过来，只是暂时不移转。暂时不移转，但是他如果是可以解密，还是可以看，但他就没有说是列到这个档案管理局给档案管理局来做管理，没错，这样对。但是这个个案大家还是会问啊，就是如同刚刚段委员刚问的嘛，这个陈文成教授的遗嘱，他到底可以向哪个政府机关、哪个单位来申请阅览陈文成这个案子的相关政治档案啊？就是回到国家机密保护法。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政治档案条例通过之后，这个部分、这个个案还有很多相关的个案，还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话，那这个部分会让我们很失望的、啊。好，我看该环节是出在哪里？如果都还是照在国家安全局或者是国安会，到底谁可以去申请？申请了之后能够怎么处理？我们要得到一个解答，得到一个答案啊！跟委员报告跟说明啊，目前这边就是用暂不移转的原因，是我们这次在例如说我们在清查或者请机关清查政治档案的时候，其实是涵盖机密档案要一并清查的。那局里面当然啊，对，一并清查。然后这里面对于有列密等的档案，其实我们在政治档案里面，我们是除了要求机关做解密并清查之后，我们也一并会移转。只有属于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所谈到的，属于情报来源永久保密部分，我们暂不移转，但是目录的部分，局里面仍然是列册保管的。我们所以现在就是只有永久保密的不移转，暂不移转，因为他还可能回去检讨。那但是绝对机密这些还是要移转，会移到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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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是要移转，只是说何时解密，何时可以公开揭露。好，了解，谢谢，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林昌卓委员，林昌卓委员，林昌卓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李彦修委员。好。谢谢赵伟啊，我今天时间非常短，只有六分钟，我就跟着我的答询就直接开始哦。主委，事实上我们今天要审议的政党档案条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叠床架屋 的法律哦，就是说我们现在法律可以解决的事情，包括促转，包括档案法，还有包括政府资讯公开公开法，这几个法案都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有几位委员提出来临时提案，或甚至是希望促转会相关单位一起来，有没有哪些法律是我刚才提出来的这些不能够解决的，那我们必须要用政党法来处理哦。所以我一开始我们已经提出来了这个问题，但是我非常遗憾的就是说这个问题没有机会让包括层级更高的各单位的部会首长一起来，我们可以做进一步更完整的讨论跟了解。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会期在立法院当中，国人高度关注的很多议题，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包括医疗暴力的问题、刑法的罚则，包括公务人员违法调查，包括虐童跟妨碍幼童发育等刑案的修正案，这些议题其实都是社会高度关注。我都认为行政院看起来在4月4号儿童节之前赶快尽速的配合社福卫环把儿童法修法，但是其实包括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甚至连答询都还没答询过。我认为行政院还有包括民进党党团在司法法制有两位招委，我觉得很多议题在排列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有事先的一些优先顺序在里头。所以如果民进党真的是认为说这个法案还有包括刚才我提的这几个，包括这个促转条例、档案法、政府资讯公开法，都没有办法解决今天我们必须要处理的政党法的话，那而且政党法的优先顺序又比刚才我提到这几个法案还重要的话，那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民进党，是不是跟所有的政治，就是说
在我看来，国人高度关注的难道不是毒品妨碍 防治条例吗？难道不是我们现在医疗暴力的问题？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虐童跟幼儿的发育等刑案，其实这些案子都比政党法还要重要。我不是说不能讨论，我们现在处转法已经有了，还有档案法，还有政府公开法，哪些是没有办法去补足的地方？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哦。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政治档案，我们这政党法，我们立法的目的，其实一般其他国家立法的目的，其实都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担心政府机关或军方抗议交出相关的档案。哦，所以我们才会拿出来去做一些档案的这个立法跟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经过三次的政党轮替了，民主化的过程其实已经建立起来，包括政府的公开资讯，包括档案法，其实有相关的规定在里头。到目前为止，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听到过相关的机关拒绝交出或相关的单位拒绝交出档案的状况，包括针对民间的档案处转条例也有相关的规定。包括对于民间要不要交出档案，处转会也有相关的规定跟规范在里头。包括去年处转会也开记者会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已经进行了六波的政治档案的征集，也收集到不少过去他们没有收集到的档案。也就是说，处转会他们从民间调阅一些相关应该要过去也想要调的资料，也透过处转条例也调到了哦。所以我觉得处转会也应该说明，在现有的制度下，政党法到底有没有立法的必要性在？这个你在最后再一起回复我哦。跟处转条例相比，哪些是处转条例没有办法达成的哦？那政党法其实跟一般的政府的档案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性在。从我看到行政院的草案当中哦，包括我们现在政党法里面的内容就局限于包括228。包括在动员戡乱时期或戒严时期的各项记录，它这个时间点事实上在用语上跟我们处转条例的第三条，事实上那个时间点跟范围跟宽度是雷同的，两者想要规范的对象也是一致的。面对我们现在每个委员会其实可以处理的法案不多，那我就认为说，在我看来，这个就会是政治操作。因为难道我刚才讲的那几个法案，包括这个毒品防治法这些，难道不比这个政党法重要吗？优先顺序到底在哪里？哦，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法案的处理就是政治操作。那特别挑在这个时刻，哦，更让人家有很多的联想。我觉得民进党应该去思考，就是说去年包括整个行政院，民进党政府的行政应该去思考，就是说，我觉得民意要的是什么？立法院在处理法案的过程当中，优先顺序哪些是最重要的？我刚才讲的那些议案难道不重要吗？立法院这个会期难道真的有机会都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包括虐童跟妨碍幼儿发育等刑案，包括公务人员违反侦查，包括医疗暴力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这个会期国人高度关注应该立即处理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民进党政府，包括行政院，包括民进党党团立法院，其实应该去好好的去思考，不要对民意充耳不闻。这个法案我还是希望可以听到我们主委到底哪一个部分是我们目前有的相关的法律是没有办法补足的部分，它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难道这个法案是你们的优先顺序吗？有没有跟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讨论过？谢谢。简单回应一下委员的意见。第一个，这个法律叫做政治档案条例哦，那它是定位为我们的档案法的特别法。那虽然在处转条例里面也明文的规定，有关政治的档案要的征集啦等等相关研究要另以法律定之，所以我们事实上也是配合立法院所通过的法律而去研拟的这一个草案。这是第一个说明。第二个呢，现行的档案法的规范只有行政机关的这个所管理的档案或者保存的档案有适用的余地。那么对于
政治档案，特别是有关政党的部分呢，是没有明文的规定，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个特别法律的话，就没有办法把这一个部分的政治档案呢的征集啦、利用等等呢，都把它一并的法制化，所以这个还是有立法的一个必要性。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这个解决法律的这个竞合的问题，而且让这个档案，也就是历史的真相呢，能够让大众能够了解，还给他们的知情权，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法制化以后，把它的这个规范呢，能够更为的一个完整。好，那绝对没有所谓的要追杀啦或等等，绝对没有这个问题。那它目前是确实是行政院把它列为本会期的优先法案。好，谢谢，谢谢主委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谢谢主席哦。对于今天司法法制委员会要排审政治档案条例草案这件事情，我们有太多的意见。那事实上，配合促转条例啊，这个法案，我个人的浅见是啊，早就应该要完成了。不过，我想利用今天这一个难得的邀了很多部会啊都来的机会，那把过去我在追踪，但是接下来处理的后续状况到底怎么样，不是很明确的事情啊，来利用这个机会啊请教。第一个啊，是请教一下我们那个总统府啊，今天来啊的代表。去年我在这个委员会的时候，我公开的提出啊质疑，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可以搞密事官说，在帮陈庆南接受他的陈情，然后下条子帮他桥贷款。他那个时候，这个委员会也通过了我提的建议，有决议要把熊光华移送监察院，移送了没有？我是代表档案管理单位，我知道这个案子是我们院里面府里面是由我们法规会在处理，跟第一局在处理这件事情。我的印象之中好像有提了一份报告给委员这边来。对啊，但是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当初我要求的是要移送监察院，这件事情我不是很清楚。来，监察院的代表。今天代表监察院，不是代表调查单位，所以还不清楚。没有关系哦，总统府今天来的代表也好，或者监察院来的代表也好，因为对我来讲啦，吼，有的时候邀请哪些官员来，也不是我可以控制的。那难得你们这一些各个机关都有某一个层级的代表来，把我的问题带回去，总统府也好，监察院也好，今天都含复，可以吗？熊光华移送监察院没有？这个是总统府回答的问题。监察院收到总统府的移送没有？这个是监察院回答的问题。再麻烦两位把我今天的问题带回，把我今天的问题带回去。今天下班以前，直接啊函复给我。那第二个部分啊，是针对有关于啊，在总统府的高层也好，在国家安全会议的高层也好，进行所谓的台面下面的非法的请托跟关说啊，之前总统府这边啊有出一个书面的意见啊出来，说这个事情啊，过去我们一直都没有好好的管制，所以今年特别编的预算啊，要建立一个很完善的电子系统，把它记录清楚。然后请总统府的代表跟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这个系统建制好了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建制完成？也一并今天下班函复给我，可以吗？来，接下来请国家安全会议啊的代表。请问一下，国家安全会议下面啊聘的咨询委员邱泰山离职了没有？哦，不好意思，我今天是代表我们的档案管理单位来开会的。那没有关系啊，那你就回去告诉你的秘书长。好，是。我看报载是说他自己说要离职啊，总统好像也同意了嘛。但是我现在就搞不清楚他到底离职了没有啊，因为国家安全会议的网页上面他还是首席的咨询委员啊。啊，如果说他有离职了，你们网页更新的速度这么慢，恐怕会造成社会大众的误会啊。这个部分可能有必要要检讨改进。是。那第
二个部分啊，是说，那请问邱泰山，以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的身份，接受人家的请托官说，跑去指示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要介入个案的认罪协商。那请问，在国家安全会议内部，这件事情有没有做成书面的记录跟资料？我回去再跟长官呈报。好，回去一样，今天下班以前用正式的公函回复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家安全会议的咨询委员跑去介入个案的请托官说，法源依据是什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依照国家安全会议内部接受人民澄清相关作业的办法，应该要做成书面。有没有做成书面？回去有没有报告？今天下班以前回复我这第二个问题，可以吗？是，可以吗？好，好。接下来我请教一下我们国发会的主委，大寮水上乐园的弊案呢，我追了非常的久，好几次委员会的质询，经济部的代表也好，我们国发会的代表也好，都对于这个案子啊表示非常的痛心，但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中央政府国发会有一席董事，经济部透过中钢有好几席董事，总共是过半。我一直要求召开董事会，撤换这个必须要负责任的高阶的董事长，怎么会这么困难呢？现在是要让他拖到他安全下庄吗？委员，我最近的进度我没有在追踪，因为我今天不知道您会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在董事会都提出这样的意见。那基于公司的治理，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去做。等一下，你们说你们董事会提出这样的意见，那我就讲最直接的，今天我们就谈公司治理嘛。一个董事长包庇人家非法洗钱的案子，洗到高捷国家重要的公共工程建设里面，这样子的弊案在公司治理里面，你们在董事会里面有席次啊，反映这样的意见，有提出议案要求董事长解任吗？我们有把委员的意见到这个委员。对啊，但我的问题是说，你们有没有正式的提案要求董事长解任负责啊？你如果没有提这样子的议案，所以我把我的意见反映过去，那就是在打假球嘛。我们所谓就是委员有要求，希望那个董事长能不能够解除他的职务，然后这个要有成为正式的议案。我的印象中是有，我们上一次委员今天主委哈在这边说，曾经有提议要求解除董事长的职务，有成为重要的有成为正式的议案，请主委今天下班以前告诉我很具体的，在哪一次的董事会提出了这样子的议案，最后表决的结果是什么，可以吗？有没有表决我不清楚哈，但是我们有表达了，那我没有关系啊。今天你说有成为正式的议案，主委这样讲，我一定相信你嘛。跟委员报告，我没有说成为正式的议案。奇怪，刚刚你不是这样说的吗？是，我是说我们有在会议中把委员要求的这个议案。我再问一次，那到底有没有成为正式的议案？那我要回去查清楚。没关系，就请你回去查嘛。是，如果没有成为正式的议案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没有让它成为正式的议案？在董事会里面这么严重的事情，要求董事长去职很正当啊。如果有人要护航这一位包庇洗钱、包庇炸贷、把脏钱洗到国家公共建设的董事，那我就要知道，人民也有权利知道啊，是哪些董事选择这样包庇啊？好，这个请这个刚今天下班以前回复可以吗？可以。好，好，好，谢谢。那接下来请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钟孔照委员。好，谢谢主席。感谢主席给我这一段时间。我想针对今天的一个档案，政治档案，早上不同党
啊，也有在野党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跟看法，他认为政治档案是属于追杀啊，在一个促转条例里面，其实是为了依据当时促转条例，当时已经明定是希望有一个政治的一个档案让促转相关的一些的条例也能够更顺畅一些，所以有一些提出了一个政治的一个档案，这个政治的档案其实就是要保存我们一直强调的历史真实的。第一手的资料不仅是政府资讯，亦是国家资产跟社会的公器，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来特别讨论政治档案的相关的条例，对吧？所以因为这样就是要让民众有知的权利，能够意识的提高跟呼吁公开政治的所谓的档案的诉求，促使各界对于政治档案的开放跟研究更能形同重视，更加重视。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主席特别排政治档案的一个条例的一个审查，就是鉴于政治档案的保全跟开放的运用是政府重要的政策，相对的也是说希望能够借由完整的一个管理跟运用的制度跟妥善的保存与有效开放政治档案，这是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特别要去讨论到政治档案为什么有它的重要性，对吧？是，所以这边就牵涉到相关的几个议题。第一个就是委员有特别提到一个罚则的问题，哎，好像我们政治档案没有特别提到罚则，哦，也就是说这个罚则里面啊，包括啊，拒绝如果拒绝移转档案，有没有相关的罚则？其实，在促转里面是有相关的罚则，但是我们政治档案是没有这个罚则啊。第二个大概就是针对我们强调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哈，啊。那第三个大概就是对政治档案的一个定义嘛哈，啊。那关于政治档案第三条的定义里面，各委员有不同的版本，基本上其他委员也有特别提到哈，啊。第一个规范是在于依据促转。第三条，从民国34年的8月15日到民国的81年的11月6日止，啊，另一种规范的形式规定是从民国的34年的10月5日，中华民国接收台湾至80年的5月22日的废除惩治条例判断条例止，啊，有这里相同的不同的委员提出不同的版本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对于政治档案的一个时程了哈，啊不，既然是这样，政治档案是属于档案法案的特别法，为政治档案所定的期间，是否要跟促转条例的第三条所规定的时间要不要相符，还是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的疑虑了哈，那是不是就这一部分？主委是不是可以做回应？因为刚刚提过了，那个促转条例里面也明定的，就是有关政治档案的征集必须另外以法律定制，所以我们当时候就是用这个认为它是它的配套法案，因此我们跟它用相同的范围。那其实相较于立法委员现在的提案的版本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范围已经是最宽的了。已经是最宽的，对，所以刚刚就有其他的委员特别提到，那是要光复节啦，十二月的时候，其实不是啊，我们还是回到促转会里面当时的一个规范，那通过政治档案里面，其实是把它规范范围更宽广啊，我们是从我们一直提到的，从民国34年。8月到1992年，哈，哦，我想我们的时间实际上都是到这边嘛，对，所以就会有人说，那这边啊，甚至也有人说呢，228已经补偿过了哈，那其实人家要的不是补偿，这个是有关历史真相的问题，他是希望历史真相的问题，这是两回事。我们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嘛，不是说我赔你600万、500万、300万，要求的不是赔偿或者补偿嘛，他要求的是还原历史的真相，这也是我们政治档案为什么有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嘛。对，所以
相对的，在管理上，我们下设有一个专责委员会。我刚刚特别提到一个专责委员会，就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委员会来做一个认定。那这个委员会是由九位委员的专家及受难家属所组成吗？那个人数我们现在还没有定，我们在母法里面只是希望说能够有这个外部的学者专家跟公证人士，所以在档案里面的十四条里面去规范说开放这个有事实争议性的，就由档案局里面邀请相关机关团体代表专家学者社会人士审议之嘛。对，所以不管未来的专责委员是或是小组，包括或者是咨询委员会，或者是其他的政，在设计上，你会认为体制上会有哪一种比较妥适？它是一个任务编组。任务编组。对。所以必要性的时候才会有。对。所以它的任务性的编组才会。对，有争议性。对。啊，或者说它有特殊性的时候，它会要有由这些专责委员来组成。他还是把它界定，他在工作是在要开放这个政治档案的时候，如果有争议，我们才需要进行。所以他还是受限在于某一部分里面，对，才需要，才需要这些专责委员。其他的只要符合规定的，我们都可以开放，都可以开放的，没有错。所以他不是说全部都要争议，都不是。所以，我刚刚会特别提出来，就是让读者能够更说明清楚。是。接下来我们在审查的条文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委员了解，并不是他们刚刚一些提出来的这些争议性。是，那是有误会的。嘿，谢谢钟委员。就是有误会，我们透过询答的时候来做一个澄清了。那另外一个，对于征集、收集、保存相关的一个开放资料，是由国家档案局来管理嘛，哈，那因为这是又涉及到刚刚委员有一个委员也特别提到，因为档案的研究啦、出版啦、展示啦、教育推广等等事由是跟文化机关相同，所以他一直要求要有文化部次长今天一定要到会场来这边哈。那相对的，文化部是同样会同相关的一个机关的办理，为处长会在政治档案中的角色，他的角色又会如何？处长会是吗？处长会他们要负责有关政治档案里面来自于政党或者附属组织的审定，之后我们才会去 接这一份的国家档案来放到我们的档案局。如果是这样的话，研究的出版、展示跟教育的推广，未必是完全要由文化部来自行办理嘛，对不对？因文化部来会同相关机关来负责，所以就是会同相关机关的话，那是不是由德委由学术研究机构或民间团体来办理，使其有一个委外的一个法律的依据，要不要？这个就看文化部未来在这个会同的时候，他们希望怎么样去执行的问题，嘿。所以未来不排除，不排除了哈，不排除未来要有一个研究机构或者一个团体来办事，那是不是要有一个法律的依据呢？那到时候法务部要不要提出来？那个应该是不需要有条文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会同相关机关去办理有关这个政治档案的研究或者是教育的方面，这个部分是其实是不需要法律明文也可以来做处理的。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主席。谢谢钟委员。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各机关的首长哈，这个政治档案条例啊，如果我们从行政院版的第三条来看的话，第一个要我们原住民族非常质疑的就是这边特别以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这个时间呢，也就是促转条例所称的所谓的威权统治时期。是对原住民族而言呢，威权统治时期不是从34年8月15日，包括日据时代，我们都认为原住民族而言，在这块土地上，都认为是威权统治时期。而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你的条文的第三条的第一项，第一款，的后段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威权统治时期，以228事件
动员戡乱体制、戒严体制相关之档案，啊，这个部分呢，这些事件对原住民族而言也非常不认同，因为对原住民族而言的重大历史事件呢，我们有非常多，我们有大港口事件，有牡丹社事件、七角庄事件，啊，这个啊大坎坷事件，啊加里碗事件、雾社事件、泰鲁格事件、大分事件，非常非常多的原住民族，啊，被迫害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第一个是时间，所谓的威权统治时期对原住民族而言非常无法接受、无法认同，所谓的相关的这些事件，啊，更是少了我们这些事件了。所以这个原住民这个政治档案的条例，啊，对这个对原住民族而言是非常无法接受的，哈，啊。另外就是这个你的第六条，哈，行政院版所提的第六条的条文，政党附随组织及党营机构持有政治档案，啊，所谓的政治档案，第一个要由处长会先审定这个组织是不是附随组织，对不对？不是，他是审定那个档案。不是，要先处长会要先审定谁是附随组织了，这是在处长条例里面，啊，要先审定谁是附随组织，然后到了这个你的政治档案条例里面，啊，那是附随组织里头他们所拥有的，然后你们去审定这些档案是，啊，国家档案，也就是政治档案，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里面，第一个处长会我们本来就不认同，何况他又自称东厂，啊，到现在东厂的主任委也都没有，啊，现在还在运作，啊，然后要去还在认定谁是附随组织，谁是某某政党的附随组织，这个第一个就，啊，大家就非常有质疑嘛，啊，比如说现在常常在媒体上现在已经被认定的，啊，无论是这个，啊，这个所谓的那个救国团，啊，这个大家都我们年轻的时候学生的时候都参与救国团了，他老早就转型了，啊，大家你啊这个处长啊处长会啊东厂这个机关还在认定，啊，然后变成他的相关的这些啊他的所谓的档案啊变成政治档案、国家档案，这个这是环环相扣，这个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处长会都没有办法被社会所接受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审查这个所谓的政治档案条例，这公信力没有嘛？没有这个公信力，然后要去认定谁是附随组织，然后要去认定哪一个是啊，什么是政治档案，什么是要移到国家档案，就变成要把人民民间团体的这些，无论是他是政党或是民间团体，就要把他的档案也是财产啊，他的这个组织的资料，哦，也是一种财产，哦，就要透过法律，哦，来要移到这个档案局，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妥，非常的不当啊，非常非常的不当。事实上，以这样的时间而言呢，到81年的啊81年的11月6号，就本席而言呢，应该现在多要，只要是国家的元首，就是总统，如果是政党的主席，我认为都应该要把这个政党的档案，而不限于81年，现在都应该要适用。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啊，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而事实上，总统有权无责，大家都知道，而很多的这个，啊，政治的这些，啊，都是透过什么？都是在党部里面运作的嘛。
都是在政党里面来运作。所以以现在的如果我们举个一些例子譬如说这个追杀处罚媒体，像这样的我们也很想知道是不是在民进党的那个这会议里面，还是民进党主席做了指示。当然如果主席跟总统是同一人的时候，这个更应该更应该要了解所以不应该局限在局限在所谓的你们自己认定的34年到81年。好，郑委员，您提的都很有见地我们逐条的时候再来讨论好不好？你要接受，你要认同支持好，谢谢。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那么要求相关机关要提供的资料要请配合提供。委员如果有提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好，那下午我们2:30继续开会，因为只是宣读条文，所以所有列席的机关跟团体代表都可以不用在下午就各自请各位去公忙哈。那么我们委员会自己开会就可以了，大家不用再来哈。好，我们2:30继续开会。